爬不下去了吧？记得楼顶上有滑梯能爬。啊，马上三楼，我要补他。这两个，打一个，打一个，先打。开抓！二层楼一个，二层楼左边那一个。我知道，二层楼左边倒。完了，没丢进。右边还有一个，我去打右边这个。我靠！摸了一个，然后侧接一个，往电架侧接的，跳什么呀？一点都没了吗？龙斯哥，你侧接那个了？你说你是跳这一下不多余？可惜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。哎，头别，头别要补啊！啊，他头坏了。看到了射箭，这边有，不行啊，要不要？我过任务的兄弟。拖前决一死战，龙四哥。你在哪儿啊？可以找到你。我跟你说，队友在哪？别播。你说，你说，没事，我在听。哦，队友在拳击馆，你快去。拳击馆吗？别播，别播。我来前面脸上。我看到了，他们在前面。在我脸上，在我脸上，在我三楼。我能加你们阳台，我们两个阳台。来，下一个，来来来。现在正在二层了。哦，来了，我们楼下来了。哎，你爬出来。来了，帅的。你摔大头啊！只有闪，来吧，上楼了。就是这小逼，我三级甲被他一个6S189就一枪喷死了。大宝也没到一个，来来给他，丢雷。别抢！大右，大右，大右！我操！往你右边！你妈，这是全白！喜欢跳？是不是喜欢跳？他打倒王杰之后还蹦起来了。打头了，这个两个，你他妈的，你这么丢！售后，售后，售后，丢了，丢了，丢了！我准备石头，准备石头，我准备啥？我还能救我爹。哦哦哦！牛逼！我操！还有，倒一个，倒一个，这边，我这边还有，倒了，倒了，来顶，来顶，在围墙，在围墙里，丢了，往左边跑的，走，打开呀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这两局，我操！
强大。喜欢拖啊。牛逼！嘿嘿，看这毒狼我才这么跳。你他妈！龙师弟，我操！